姐妹，我操，他妈被追了！嗯，我还说是我正好在这个过山车这块儿。靠，你咋被绑在地下室了？真无语。咋的？没事，一会儿救你。凉了。哎。咋的？不要你吗？哈哈哈哈。我飞过来了，姐妹。行了，姐妹，他不在。是了，我来了。还是祭司的洞好用呀，贼怪就是挨你，都笑烂了。你咋说的那么像那个？上二楼 OK 你咋说的这么像四川话了？我想起来我看啥来着。哦，我看了一个纪录片，有个小女孩，她就是那个四川人，然后她说的一口四川话，她在那自我介绍了。我笑烂了。我挺喜欢四川话的。为啥你跟我妈一样了？我妈也觉得四川话可好听。对了，我妈也觉得好听。我在那呼一个人，你呼人吧，那谁在底下了？鱼女在底下了，鱼女正好在过山车那儿。你呼个别人。是的，我呼了一个看似像在破机没有被追的队友。啊，果然没有被追。他，我也过去。他已经破开了。哎呀，破开了。啊，破这个吧。为啥心跳了？你破开哪儿了？这个也破开了。你能呼我的时候告我，我在马戏团这个过山车这里。OK 的。我操！我真服了。他一直在过山车这块儿。两个人同了。我操。你俩是不是在这儿了？哦。你小心点，他们都在那块儿。没事，我在盯着马车上面那个洞了，只要他不打洞我就有时间跑过。OK， 过山车。OK， 姐妹让我过一下，我他妈冒。
乌鸦了。你都过来，哎呀呀，完蛋了。我在找姐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云女过来，云女过来。我他妈都心跳成这了，为啥还冒乌鸦了？看我不冒乌鸦了。不是，我又能呼了，我想找个机子呼你。我找见机子了，你呼我，我找见机子了。OK， 这监管他妈的无处不在。我找见机子了，呼我，我这还有地窖。OK OK OK， 不行不行，我又开始心跳了。我这也心跳的了，那谁，鱼女离我挺近的。我操我操！你去马戏团那边吧，马戏团那边。我跑了，我跑了。哎，小心传送，姐妹你过来救一下那谁吧，那个医生在地下了。过来，他们现在顾不得。谁拿上撬棍了？咱们不就在这儿了吗？撬棍，不是撬棍。我操！好！我操！我没跑成。有没有人开门呀？好像没见。我来这边，这个门开门了，姐妹。在哪个门啊？我在那个，就是咱们刚刚破译，就是河这边，就是咱们刚刚破译那个机子河这边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被追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过来了，我看是不是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，好像是你。啊，是是是是是，开了没？马上马上。这有过山车了。开了开了。谁不坐过山车了？我说这儿有过山车。啊，是的吗？你能不能扑人了？还有23秒，我等一下。我先不走。你们稍微，如果能救，再救救他们了。是了，这就是他们打赢了。他们再放飞一个，哎，这医生又被抓了。哦，吃了。OK， 我能扑了。OK。